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蚂蚁蜜蜂，然后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帮忙点赞、评论、加转发，这首歌是《梦带我去旅行》。我想看看法国巴黎街头的风景，也想听听埃及法老闭上眼睛念咒语。我想去北海道的酒馆里去自三文鱼，我也想看看韩剧里的那些大眼睛美女。收音机电话里一遍遍地说着我爱你，电视里现在天天放着眼泪和分离。我的梦带我去电影神秘的城堡里，我发现了哈利波特的秘密，我就不告诉你。我的梦带我去布达拉宫，好神奇，我看到蓝天白云和羊群，也看到了美丽的你。我唱歌有那么恐怖吗？完了还泪奔，不对，是奔泪，一样，很恐怖吗？不啊，这是得去检查一下。我想看看法国巴黎街头的风景，也想听听埃及法老闭上眼睛念咒语。我想去北海道的酒馆里去吃三文鱼，我也想看看韩剧里的那些大眼睛美女。收音机电话里一遍遍地说着我爱你，电视里现在天天放着眼泪和分离。我的梦带我去电影神秘的城堡里，我发现了哈利波特的秘密，我就不告诉你。我的梦带我去布达拉宫，好神奇，我看到蓝天白云和羊群，也看到了美丽。带我去电影神秘的城堡里，我发现了哈利波特的秘密，我就不告诉你。我的梦带我去布达拉宫，好神奇，我看到蓝天白云和羊群，也看到了美丽的你。沙哑吗？可能是有点感冒了吧，关一下。